我的模仿很好的，来来来来来，到前面了啊、哦，这个可以撤下去。我们音乐集结号的著名主持人马松呢，平时他是有一些小小的动作以及小小的口头禅的，但是呢，我们韩庚的才艺还有一项就是模仿，那叫一个惟妙惟肖啊！想看吗？这样吧，我学马松在走台的时候就说，比如说灯光啊这些。好，来来来，看好了，看好了，韩庚，王小姐呢？你最好小心，不是我。记住，看他的眼睛。哎，那个灯光再亮一点，对，那个，对，有请今天音乐集结号的有请我们的嘉宾徐博军啊，哎。评价一下，没有。哎，刚才你模仿了 Kiki 还不错，还不错，我觉得还不错，还可以啊、哦，看见了吗？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那我们两个一起来嘛。好，来一起来一遍，看韩庚模仿的像不像？灯光、舞美、音响，好吧？好。他昨天晚上在酒店练了一晚上了。好。对，你说话，我跟着你走，好不好？跟我走，一起来是吗？好。哎，那个灯光再亮点，对，那个再闪一下，闪一下灯，哎，对。我们要选出新观众哦。哎，现在要谁来选呢？这次是孙贤和周密。孙贤跟周密还没有选，来。来。好，我们来看一下最美丽的脸是哪一张。停！哦！恭喜周密，到你了，来，二一，停！三二一，停！哦，就是你了。今天呢，在现场，我觉得我们现场所有的歌迷。应该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惊喜了。说实话，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比如说我们100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拍一张照片，叫百日留念，对不对？100天对于中国的小朋友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对于 Super Junior M 这7位小朋友来说呢，也是很重要的。哎，来，那我们要 Kiki 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一瓶。酒在这里可以解释一下，因为在这个中国过生日呢，这个传统的一个过生日的方式呢，就是要喝黄酒。小孩诞生的时候，父母把这黄酒埋到地里，然后小孩成年的时候呢，就要拿出来喝了。所以今天要盛7碗给我们 Super Junior M 的7位成员。对，那其实呢，这也是我们湖北人，然后我们音乐集结号送给他们的一些祝福，希望他们在这个未来的道路当中越走越好，红红火火。来，我们也请现场所有的歌迷以及在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跟我们共同见证这样一个时刻。 Super Junior M 100天了，来碰杯好不好？七位好兄弟，干杯，干杯。快听，感觉韩庚味道怎么样？好好喝，很香很甜。石原，你又怎么了？今天状况最多的人。周密，现在武汉呢开就是100天的纪念日，你的外公外婆也坐在现场，给你的外公外婆也说句话。姥姥姥爷，注意身体。谢谢，周密跟我们 Super Junior M 的所有成员在一起，请你们放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他。谢谢，谢谢 Super Junior M。
作为音乐节气号的主持人，我也觉得非常的开心，可以在事隔20多年之后再一次的见到了 Super Junior M。 还记得第一次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们因为我们的问题没有能够进到现场，但今天我们把场地搭在了这里，我们用了7天的时间做了这场晚会，所以谢谢为了在这7天当中没日没夜的每一个音乐节气号的工作人员，谢谢腾讯网，谢谢光线传媒，也谢谢五月花的酒店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以在这里呢，用了7天的时间，很短，只有100多个小时，但是我们做了这样一场让所有歌迷们感动，让 Super Junior M 感动的音乐节气号的特别节目，谢谢你们，谢谢。其实现场的朋友还要稍微再冷静一下，因为大家可以对把你们座位底下的纸飞机都拿出来，因为呢飞机代表梦想，请全体拿着我们准备好的飞机站起来，来，让我们一起准备纸飞机。哇！不是，音乐集结号，下周六同一时间再见。下周六同一时间再见。可以。